你可以开始。玩到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什么任务？我看一下啊。没有任务的。哦，上面这个任务垃圾啊。启程回你的地啊！启程回，启程回那个齐明区哦，就放那个苹果放回去那个门那。阿兄，嗯，说个笑话吧。应该是卡了一下。啊？不然唱支歌。还是说个故事好了。我可以直接去。哦。过去上次说到哪儿了？红儿到了月宫，遇到两个人，一个姓月，一个姓宫。姓宫的是个乐师，姓月的阿兄。是吗？外人来的。啊！你好，不是人来的吧？休养。不抓他了。你干嘛要死啊？来抓。好呀喽！怎么围一个圈呢？哎，这里不是可以直接飞过来的垃圾？一两刀，少两粒，少一粒没？少两粒。你拿呗。有啊，不是？少一粒。哎，还有，会哟。没有了啦，开启我可以啊，姐。开一头。我记得够了啦呐。啊。我记得是够了。从狼那边拿了一些。阿兄。哦，你们的我还是有点在意。估计是打 boss 吧。在意啊。好，我们稍后再议。阿兄。我们稍后再议。别担心，咱们去抓只符鬼就走。符鬼。感觉进迷宫了 feel。黑漆漆的，黑漆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妖魔藏在里面。这个也挺亮的，说不准，小心尾声。要是有妖魔的话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你阿兄在啊。阿松徐，然后，你的。不会跳过去干嘛啊？嘿，最近有没有结果你出来啊？哇哇，我跌下去的。我这个人不给跳了，我现在是生气。你的镜头是低一点的。哇，没有看到我是不是小事？哎呦，我的看不可不可他一不厌，他突然对我喊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恐怖这个脸。你也恐怖的 Q Q 你头啊。哦，打 boss 了。阿兄，这是点名也感觉要奇怪啊。启明虚祭拜，说是祭拜山中鬼神之处，总是见到与火有关的雕刻。这里真的有符鬼吗？上次我看回一个剪辑，或许这人就是灵山山神，应该就是封印那个妖王的。旁边的白虎是他的使者。你看，他们经过了石柱群，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，最后山神抵达了鬼神祭坛，找到符鬼。啊，个虫什么意思？那团发光的东西就是符鬼。那团发光的。解谜呀、啊！先把这些石柱排列好，哎呦，通过考验、哦、才能成功走过这扇门。就跟着排过来呗。嗯，就是吧，跟着那个上面。说的在理，仙儿之我还可以略过，尝试破是平常阿兄教的好。你这样啊？哇，可以再过自讲自己，他自己排呀、啊。阿兄总是说些红儿呀、长安啊这种的，听得我都会编故事了。早看有没有东西？两边都要弄啊。正当子虚一筹莫展之际，红儿偏偏来到。对，红儿拉的腿，这不推进去吧？王师傅，他是动了，他是吗？没有，他自己动了。那你按一下啊。有道是什么来着？有道是面若绛桃眉似柳，人有美玉唇如酒。WS 吧。所言极是。红儿他深谙机关之术，又擅长假阵术。跟着这轨道吧，轻轻一笑，
举手投足间就解开阵法，待仔细逃出东市。那好像不对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一就是去到最后，二就是去到最前。你这个要推去后面吧？是那个推不到的。那个都推不到吗？对啊。这是几个？这是第二个，他这个要怎么走过来？哎呦妈，他过来，那他过来，可是他又不能过去啊！我现在，惨了，是做错了一些东西。你要不想要把最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交换呢？你这个拉过来，拿来这里，这个拿出来是干嘛？你这是第一个啊？这一定要先拿出来的吗？拿来这里的时候，这个出来是。那也是要把这个推进最后啊。这个拉出来放这里，这个塞进去。这个哎也是拉不出来哦。Two hours later。然后这个要完成。完成。然后。这个推过去。滴滴耶、yeah! 那个妖怪掉了。好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下集来推这个，一起推一个，这个是那你就先把第一个搞定先，这个拿过来，这个拿过去先。你确定那是第一个？好，放吧。你又嫌你看他不一样，比哟，比哟，这个是第三的是吧？对。那你就把它拉过来，过来一下，然后把四星搞了。这感觉好像比刚才容易了。那个是简单的。可能刚才是简单的，是你一开始嘛，我就把这里乱拉之后，哈哈，我就拉了，给自己升加了一点难度。耶、yeah!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太火了，罢了啊。然后还有中间一个啊，十六个版的、啊、这不会是阿修看到吧，浮鬼小二号垃圾啊，自己开了给自己打两块。哎呀，谁在帮你？我气他了，我操，修养，修。好，我操！好，好，好。你一直要打 boss 啊？阿修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引来妖魔。没事，这不都解决了吗？猪肉啊，然后没猪肉。小时候，家附近有群野狗，仙儿还记得吗？是啊。刚玩恶灵古堡，我几次在家附近玩，就被他们追的时候，小泉如一，妖魔也罢，小狗也罢，想招惹我家香儿，来一群我打一拳，来一群我打一拳。噔噔噔，他的不一样，我自己走回出去就好。乱灵不为啊，乱这个怎么怎样读这个字，搞完这样子吧，何方想看都不是吧，真是有趣啊，区区一缕幽魂何必留在世上受苦，听这个声音就很淫吧，我来助你解脱吧。香儿啊，哦被抓了，然后 game over。 哇，别打哦，假的吧？哇！哇！还安装？这什么来？真丑了！那个打出了星星加狮子，星星加狮子，哦，耶，丑啊！我来了，哥，哇，一炮就扁了，魔术大招了。还一个啊，大招啊！哟、啊，喂，我这样完了，我在这跑。阿润，啊，快点打他！这么少血的扣刀，哇，这终于大只一点了啊！
学到什么流行了？我没事，打了我谢谢。你要去医院，医院怎么不是？我不记得了啊。天内卫，我想不到人。你要去医院喽？哇！好、哦，他果然站不起来，我死了。三。哦。这是什么呢？冷却的呢 ？CD 呢？难打是不是？哈哈，你这不是简单了呗？欢迎陆影，你跑下来蹭别人补血，难点啥？我喝了很多血啊，喝了很多血。那他打不是打不他回不到，先救我先。闪！呜！看见了，我说对呀、啊，他一拍下来那一刻。死啊！这是十六个，别人是假冒的。这是黄色韩德来了吧？哇，好啊，就是要这样难打。你还玩呢、啊？修瑶，幸好我选的是简单啊，不然我还是选什么？修瑶啊。修瑶。修埋。为什么是修呢？不是收咩？他这个天书有另外一种讲法，懂吗？修埋。这啥子呀？为什么我不是狼形的呢？哎，下面是什么？是这个喽，怎样读？你的睾丸。睾丸。五字，御魂。六拿到御魂了，我打一个这么难打的东西，垃圾啊！还好吗？不好啊，我不好啊！这个是，他有前面，快走过去还要再打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要玩。哇！然后我再回家一半，我就被他扑倒了，你懂吗？这种中计哦，意思是。你怎么觉得怪怪的这个地方？噔噔噔噔！啊，这就是符鬼，那就是假符鬼。这就是符鬼吗？岳母是的。来，这是蟑螂啊！这次不要吵，我去去就。你可以不要吵吗？去去就回，我就被他咬了一下。我就是小 K。天书屁。秀埋。然后就上了。小家伙，你长得真好看。然后他就学了新技能。这顶也好漂亮，是你的家吗？学帮他学个帮我治疗也好啊。真好啊。你过来干嘛？发光了。他在哪了他？啊！我碰得到你。那就跟着他了。还会讲话了。我是进不了啊，你的头啊！小家伙真可爱。完了，后面我、哦、还有一个妖怪。嗯，是什么？借祭坛一用，省去不少功夫。他找了一个身体给他。来这上好。待会儿你就站在这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别动。嗯，别怕，阿兄在这儿。好。两声客人声音听了再来请都给他。这是台语是吧？哈哈随便他那个讲话的调调有点奇怪的呀，他是木变了木了，这样为什么他的头？为什么他头不是木头啊？然后咔咔咔很难动啊。我是给摸到东西了吗？对，他就变了一个木人。哇，包了！掩盖了园林的气息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魑魅魍魉了。掩盖了园林的气息，他变了一个正常人、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了呢。正常鬼。木头身体还是有些不太一样。这只是暂时的，阿兄一定会帮你修复身躯。明明就有皮，
晕了吗？那不会以后走路都这样了吧？对，没事。阿兄，你看，这样也挺方便的呀。灯初上，夜未央。我才唱两句呢。小丫头，不会得有个妖怪在后面的吧？走吧，咱们去上山。嗯。啊？再找一个不啦？黑火分作九鼎，威力难以估量。这就是阿妈妈还是？不是吧？若九鼎融合，这是那个谁呀？便能毁灭世界。九鼎是啥子？哦，我们要找到这个九个鼎啊！即使能勉强控制，仍会因此被黑火反噬。那个符鬼是拿来封印那个东西的，是吗？九鼎。我们战胜了黑火。黑火是一条龙。一切就此结束。未了。战后的余波依然留下了隐患，伤痕会随时间淡去，但终究不会平复。嗯，好。哦，同伴他可以帮我打架了，是吧？哇 ，amazing 啊！机关手臂。什么？二是什么？二是丢那个机关人啊。二，不好二啊！哇，哇，然后没有了，丢了，就再见了。你可以丢一次。这是什么？可以按的吗？香儿。哦，还要再按呢，原来。把刚刚那支歌唱完，可好？好呀。原来按是来唱歌。灯初上。我们在不感谢这里。你为什么要避搞我？他在放别脸。照我窗，这是一故事还是吧？我想儿长安康，这是一个名谣。美丽安康，这是有点像是那个对游戏的歌啊，非常好听。没有啊，唱三个小时啊。哇，他不敢看面，想在看着他。啊，跳一下舞也好啊。满山岗，就刚打的那个 boss 没有给我一些东西的咩？给你他的技能了咩？哎呦！我要什么什么零食？那个满满不是有给我一个零食的吗？无虑无忧伤。怎么他这样尴尬？没完没了。你这么黏暗跟柴，干嘛出去就很香了吗？可能他唱完会解锁一个唱歌技能呢。他唱完这游戏结束了，直接。给你，让他尴尬点。有没有想要听这首歌呢？没有啊，他们两个在跟曹老师在讲话，所以听到歌。我呢，已经耳边没有玩的声音。他在唱校歌是吗？罚站了。你会玩的吗？没有，还有。哎呀，自己唱这支歌，怪不得。你已经唱完了啦，哟。不会织布，也不会女工。香儿会种菜，会处理药材，还会养鸡养鸭，一样的好。爬到一次的。你别按了，哟，走。哇！把刚刚那支歌唱完，可好？想要给他唱歌不演，现在唱歌得罪了你啊。香儿，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简单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自己像一个木头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那就好。木头不配有感觉。那位大王说，机关人可以借用符鬼之力发出术法。刚刚我已经炸了一次了，哎，这回出来了，有机会咱们试试。可以试哦。好，快点，
试试。没有俩，我技能在冷却。哇，自己又射了哦，哔哔哔哦，射什么鬼？哇！感觉如何？感觉如去哪？打小狗，没什么嘛。鬼呀、啊！可以给个十感啊，很开心。记他哦。哦，有伤害的。就在南方的不远处。南方。具体的位置嘛，前面有个小村落，咱们过去问问。嗯，可以。这是人来的吧？他打的。村庄来啊！这么打平民老百姓，我后面的是什么？我后面是一个顶仔呀，你知道领仔。你到了没？这个什么山？山。先 set 一下先。然后就可以玩棋呀、啊。我就是不要去、啊，我就是要等下才去、啊。不是下棋啊哥？不是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当然没有给你选的，因为你没有破上一个要下棋是吗？那蓝色你没有破到。是吗？对哦，等一下我弹射回去破一下咯。你要破了才可以来挑战这个、啊。你破了没？上次。等我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好奇，没有下棋是吧？可能啊，破了啊。变成通气犯了吗？这个比不我啦，有病啊！老赵，你们在看什么呀？啊，几位大人来添了榜文。啊？哦，就是你哟。我来的咩？我没有瘦的哇。没有瘦是没事。是有瘦的咩？那个人，第一个是我啊。反贼太史昭，有看到通缉要犯吗？哦，太史昭是一位。我当然啊。怎么这次来了？也太快了吧！哼，我几十遍了反贼哦，好笑哦。不是一开始那个人要说你丢他，丢你的头了，没有人。快快快快！哇哇，他蹲。也被蹲了，这个东西真的啊！哎，他给你屁死了哦！哎，你谁讲他没有攻击力？好、哦，没有了。哦，谁不能进啊？出来，那个阿伯，白鸭单挑吗？哎，喊多一次。反贼太史昭，字子胥，长安李氏。不是一开始就被抓了吗？被李军发现了，逃十三年。是天书的关系吗？一开始，阿修使用天书之力救我，才被他们盯上了吗？是我连累了阿修。哦，因为他用他救了他妹妹，而且我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刚刚也是。没事。你把我打了那个哪寸呢？阿修会保护你的。哎呀，这也算不上什么事儿。兄弟情的游戏。你看文书和博生也被通缉了。文书和博生。壮士啊，壮士是绿林军的豪杰吗？这个是刚刚小人叫做天为此地理政，仰慕绿林军的英雄豪杰已久。就是我爸爸是绿林军是吗？我不是绿林军，我是被通缉。我等饱受朝廷管理欺压，苦不堪言。见到壮士刚刚出手，真是大快人心呐、啊。我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此地不宜谈话，壮士不妨进屋一叙。嗯，也好，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教。哦，请。请。请。这边才是好人。很快，进去没更多人在里面埋伏。对，突然间又变慢了。我要走快过你，小小我要走快过你。哇！哎呦！请坐。完了！哎，你怎么？宝宝他卡了，完蛋了，进来了。娘。方才跟壮士谈到刘家二位将军，您真不是绿林军的豪杰。你怎么嫁给我家长这么像啊？但我不是。那壮士可曾听说？陆离金是否会往商契这边过来？不清楚。不过我听说，
接下来陆林君或许会往宛城去。我等受朝廷管理欺压已久，一直期待陆林君能来收复此地。可惜啊，是成立的吧？他点了个什么？壮士刚刚说，不知道，我感觉是要迷晕我的东西啊。不是这事，问他关于什么？苍山啊，我要去苍山吗？先问我的重要性。往西边除了苍山没？河对面那座大山，便是商山了。哦，要怎么过河？我要去苍山找墨子。游过去啊！有一处渡口可以过河。其他地方都听闻妖魔平生之事，商气这儿感觉倒是平安。是有位绿衣女子来过村子，绿衣女子不要贸然上山。哦，就是那个，因为也是有个顶哦，在那个商山。没听说过有村人受妖魔袭击。啊，绿衣女子。哦，绿衣女子是背着一把金色大剑，我本也想向她致谢，哪知隔日她便不见踪影了。可以往上山再见。多谢款待，告辞了。壮士这就要离开了？嗯，去商山。小人有一事告知。我要去找夏琪先。小人一言，壮士是否见过一种精怪，名唤仙知？精怪平时埋在土里，与寻常植物无异，若是太过靠近，便会受其攻击。精知，略有耳闻。一般人不知道，但我们商气这儿祖传一种秘制调香。台百年仙知云盖，调和蕙草与其他七种香草，制成弱菌香。便是这炉熏香吗？对，正是。正是。这又与我何干？不急，且听小人娓娓道来。这弱菌香不单单是气味雅致芬芳，品质还可以消忧解愁，活络气血，延年益寿。这是可以增强你打架时候。只可惜百年仙芝不能常得。啊，郑老丈是想托我狩猎仙芝？并非如此。我见你自己来。壮士的身手了得，小人是真心钦佩。但壮士杀了几名官差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若是陆林军打算接管商气，那倒也不坏。可是我也要找这给他。如今几名官差死在此处，朝廷问罪下来，小人该如何回答？他是来威胁我的吧？这个东西恐怕现在只会问小人村里借几颗人头出数。那这把剑是什么？想要若菌香，香则香矣，但药性霸道。啊，我中毒了。进香前必须服下左药，否则不到半盏茶便会手足酸麻，浑身疼痛。我妹妹一定没有事哦。阿兄，然后我就控制妹妹啊。壮士，小人不晓得你与李军有何过节，但杀人偿命的道理是不会错的。我就跟你讲，这是坏的吧？这有意想信他。被杀的准备，借你人头，把我伤及百姓周全。哎呀，别讲啊！我给炸给你吸呀、啊！我炸给你吸，好笑哦！这个不是告诉你，凡人之心不可没，啊，不可无。死了。死了！啊！他只是一个假匪，他只是一个假匪。我想打晕他的。他被炸一下晕。杀你！我没有办法，我杀人了。没事，谢谢你。这个故事有一点的，没事，他不死就我死。他既要杀害无辜，反倒被杀了，也怨不得谁。他刚刚在外面又杀了几个人呢？虽然被阿兄安慰了，却没什么感觉呢。却没什么感觉。可能我还不太适应这木头身体。你再忍耐一下，等我们放出那位大王就没问题了。我觉得放错大王就是 boss 来的。一定啊，真的是啊，应该有七个城哦，这样至少七个。哎，要来一盘捉鹿棋吗？已经完善你了吗？在这 无人能敌，我不算。你可得准备好，相邻的棋坊有我方棋子时无法被提取。相邻的棋坊有我方。
一个都没有啊。我一些你的意思，你又把它盖起来了吧，可能你看不到了吧，等下拉窗下来了。上次好像也是这样，没有上次好像无法被提取，真的是、我要用同样的方式赢同样的。他写我，那你快点放了呀，拿掉不行，你应该放一个那好料在那边呢、这是初级的吧，感觉什么无人能敌，呸。你不需要那把握旗，为什么需要把握旗、他就可以拿握旗、他都赢不到我，现在不懂，他赢不到我呢。你要放哪笔？因为我就可以放在银啊，或者是银啊，那他有银额，你就可以。没有啊，我赢了的时候我就可以拿他一个旗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啊！我要他一直赢不到我，哼！没有啊，他一个亿都没有啊。对。我不知道，如果刚刚拿错了，我是啥？竟然输给你！竟然输！你又捡你无人能敌，我呸！拿去。愿赌服输，这枚共工可是我的珍藏。赵兄可知附近还有哪些棋手？我跟你讲下一个。对啊，你想挑战他们？蔡阳前世情义与我不相伯仲，与我不相伯仲，这我应该可以赢他了。你不相伯仲吗？可能还略胜一筹吧。高级的高级，明白了，多谢赵兄指点。小事，之后再来下棋啊。小事，之后再来下棋。嘿嘿，赢了啦 ！OK， 就这样，再见。再见，你保存着，再见。水和排水，那种下所有啊？别交给他们。你现在是在乱丢垃圾。你别交给他，你交给他。